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告诉您如何参与 Gold Split 硬币分红。在开始使用 Smart Wallet 参与分红之前，您需要确保您的 Smart Wallet 应用是最新版本的，如果不是，请更新到最新版本。同时，我们还提醒您，使用 Ultima 硬币进行的所有交易都需要支付 Smart 硬币作为手续费。要进行所有交易，包括参与分红，您的钱包中需要至少有5500枚 Smart 硬币。更新后，请按照我们频道上的操作说明，从您的 DeFiU 个人账户中提取 Gold Split 硬币，然后打开钱包，从可用硬币列表中选择 Gold Split 硬币。之后将打开一个屏幕，显示有关您余额和交易历史记录的详细信息。在屏幕上，您还可以看到参与分红按钮。点击这个按钮，让我们详细了解屏幕上您能看到的每个项目。My Gold Splits， 您余额中的 Gold Split 硬币的数量。Total Supply Gold Splits， 区块链中 Gold Split 硬币的总数。Daily Reward， 每日分配给 Gold Split 硬币持有者的 Ultima 硬币的数量。Current Block 显示区块链中当前的区块。Final Block 显示当前减半周期的最后一个区块。My Estimated Reward。可以参与分红的所有分红点的近似奖励值。要了解哪些硬币已经准备好了参与分红，您可以点击 My Gold Splits， 然后进入 Split Details。您可以看到哪些硬币可以用于参与分红，而哪些还不可以。计时器上将显示离获得奖励的机会变得可用还剩余多少时间。当硬币准备好参与分红时，你会看到它们会变成绿色。要返回分红部分，请点击屏幕左上角的箭头。如果您的 Gold Split 硬币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向区块链请求奖励。要请求奖励，请点击 Claim Reward 按钮，然后将打开一个确认分红的窗口。在上面您可以看到以下信息：准备好参与分红的 Gold Split 硬币的数量，每个 Gold Split 硬币可以获得 Ultima 硬币的数量， Total Supply Splits， 区块链中 Gold Split 硬币的总数， Network Fee， 关于 Smart 费用的警告，该费用最高可达10000枚 Smart 硬币。如果您的余额中不足10000枚 Smart 硬币，则可能会由于合同能量不足，区块链将无法执行您的奖励请求，因此我们建议您提前充值足量的 Smart 硬币。点击确认按钮以确认奖励请求，您将看到一条消息表示奖励已经成功办理。在视频的最后，我们想重申一些您在使用该产品时应该了解的规则。任何 Gold Split 硬币的交易，甚至是一枚 Gold Split 硬币的交易，都会重置他们可参与分红的时间。如果您钱包中的 Gold Split 硬币是不同时期到账的，则它们可用于分红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可参与分红的最小时限是24小时，所以如果您的钱包中有一部分硬币还不可参与分红，它们的时限小于24小时，则参与分红后，它们的可参与分红时间也会被重置。如果您对使用 Smart Wallet 参与分红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会为您提供您需要的帮助。